虽然是冬季项目休赛期，但中国单板滑雪奥运冠军苏翊鸣以及花滑名将朱毅又冲上热搜了，而且登上热搜第一。原来有网友发现，两人疑似分手，因为苏翊鸣刚刚改了签名，而且朱毅也不点赞苏翊鸣的社媒了。然而事实却是，这些变动并不是真的。网友为此吐槽，都是年轻人，这是不很正常吗？年轻人干柴烈火冷得快，分分合合很正常。要说这两位冬奥名将在一起，收获的祝福不算多，质疑还真不少。不少失业粉认为两位小年轻太小了，这么早就公开秀恩爱，是不是会耽误训练呢？事实证明，两人在一起后，苏翊鸣还是继续拿冠军，朱毅也依然没出成绩。苏翊鸣目前还只有20岁，虽然事业有成，但离成家还早得很。